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 我今天又购买了两颗迷你蝴蝶兰，这一颗黄色的花瓣，然后那个唇色是紫红色的，很漂亮。然后我想给它进行水培，这边它有3、5个花苞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的。黄色的，然后呢，我之前也有买一颗，它那个这个是比较尖，这个是比较圆一点。之前那一颗是比较尖，这个是比较圆一点。我今天又买了一颗这个红色的，这个是暗红色的迷你蝴蝶兰。买这颗的原因呢，因为它有两个花梗，这边有一个，然后呢，这边也有一个，然后我也给它进行水培。希望我能水培成功，谢谢大家。